欢迎来到看见。今天我要跟您说的这件事情，作为一个40岁男人的我来说，一直都无法理解。但是我身边的那些女性，不论年纪大小，对此都是非常的热衷。没错，那就是减肥，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减肥。不管自己是否真正的肥胖，对苗条身材的渴望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女性毕生的追求了。英国最近一项民众调查显示，60%的英国女人都希望自己是零号身材，也就是时下好莱坞最流行的皮包骨式的身材。而平均每位英国女性花在减肥上的时间更是长达31年。31年，合着整个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在和身上的那一丁点脂肪在较劲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位，凯特和路易斯，参加的一项超级减肥试验。为了测试各种极端的减肥方式对人体心理和身体造成的危害，在5个星期之内，凯特和路易斯将会减掉1/6的体重，从标准的中等身材快速减肥到所谓的零号身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体重指数很久以来被认为是评价18岁以上成人群体营养状况的常用指标。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是 BMI 以18.5至25之间最为标准。路易斯身高1.68米，体重58.5公斤，他的体重指数 BMI 为21.3，完全正常。为了快速看到减肥效果，路易斯决定仿效好莱坞明星的做法，用冬泳的方式来加速体内新陈代谢的速度。现在正值寒冬，室外温度低于0度，真不敢想象把身子泡进去的感觉，肯定会冻死人的。从理论上讲，路易斯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加快，于是他的身体温暖起来，体内的热量开始燃烧。冰冷刺骨，我的上帝，我快被冻死了，我觉得自己冻得说不出话来了，太冷了。接下来路易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采用高温出汗的方式甩掉身上的体重。我在杂志看到一条明星减肥的八卦消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她在身上裹满了保鲜膜，然后一头钻进桑拿房开始慢跑，希望自己能减少身上的赘肉。我想看看这种方法有没有效果。路易斯试图慢跑15分钟，但仅仅过了3分钟，他就坚持不住了。Oh my god! Okay. 进去前是74厘米，对，没错，只瘦了1厘米。我的腰围瘦了1厘米，臀围也瘦了1厘米，我的大腿一点也没变，还是46厘米。折腾了半天，只瘦了这2厘米，我觉得一点也不值得。不仅如此，一瓶水就让路易斯失去的体重完全长了回来。今天是凯特魔鬼式减肥试验的第一天，为了避免美味食物带来的诱惑，凯特仔细清理了厨房的每个角落。面包要扔掉，豆子也不要了，这些都不能留着。这5个星期，所有的美味食品都不能沾。凯特身高1.74米，体重65.3公斤，他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体重指数22.6。他计划采用好莱坞一个既古老又极端的减肥方式。美国歌手碧昂斯就用柠檬水减肥法，从一个大胖妞变成了一个超级瘦的大明星。凯特采用的减肥方式被称为柠檬水排毒减肥法，这种方法快速而有效。每天他可以饮用柠檬水，其中包含柠檬汁、枫糖浆和辣椒粉。每天摄取的总热量是250卡路里，是正常需要量的10%。
真头疼。这就是我的全部早餐。哦，我的上帝，真的真的很辣，我放的辣椒粉太多了。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但是路易斯要比往常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开始自己新的超级瘦身训练法。他邀请到私人健身教练森吉兹·德维斯，加油，加油！他经常帮助超级模特和演员通过运动来塑身。每天清晨一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对从未尝试过早锻炼的路易斯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好的，现在开始下蹲。好，十、九，深呼吸，八。除了体能锻炼，森吉兹还要求路易斯在这一周严格执行坚决说不的饮食限制，不加糖，不吃乳制品，不喝酒，午餐后不再摄取任何碳水化合物。把手给我，记住你每天摄取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不能超过你的巴掌大小，好吗？沙拉和蔬菜的分量可以是这样的两倍，要牢牢记住，不能违反规定，明白吗？分量真是少得可怜。凯特坚持每天只饮用加了辣椒粉的柠檬汁，为了迅速看到成效，他打算强迫自己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慢跑一个小时。我饿得头昏眼花，喝下柠檬汁之后的满足感只能持续20分钟，然后立刻你就又感觉非常疲劳。我试图跑远一点，上坡下坡，燃烧更多的脂肪，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腿已经麻木了，我太饿了。这家伙手里拿着一袋食物，哦天哪！减肥第四天，严格的饮食条例对路易斯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他发现餐厅菜单上的所有菜品都是违反规定的。我能要一杯热水吗？我自己准备了一袋茶叶包。我真想凑过去闻闻，然后再来上一小口，闻上去真香。坚持，再来一次。为期5周魔鬼式瘦身减肥试验的第一周即将过去，尽管路易斯每天摄取的热量几乎接近于无，但他并没有放弃每天清晨的健身锻炼。好的，好的，好的，太疲惫了。我生活在一个没有食物的世界中，我已经变得有些习惯了。实际上它为我节省了很多麻烦，我不用再费心思考虑该吃些什么。如果我继续瘦下去的话，锁骨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喜欢那些走红地毯的大明星，虽然他们突出的肋骨和丰满的胸部看起来非常不协调，但很多人觉得那才是最完美的女人。我距离那样的目标还很遥远，还要继续努力。我不知道，或许瘦下来的唯一机会就是患上厌食症了。第一周结束时，凯特和路易斯的瘦身工程初见成效。凯特从65.3公斤变成了62.1公斤，减轻了3.2公斤。路易斯从58.5公斤减到了55.3公斤，体重降低的数量与凯特相同。第二周的开始，路易斯决定增加自己节食的强度，他将尝试英国女星伊丽莎白·赫利最喜爱的蔬菜汤食谱，每天要喝3杯，不食用其他任何食物。里面有洋葱、橄榄油、水、加芹菜，非常难喝。
看得出来，路易斯喋喋不休地谈论减肥话题，朋友们显得有些厌烦了。如果继续减肥的话，我觉得你的性格也会随着改变。没错，我会生活得非常痛苦，情绪抑郁，甚至仇恨社会。凯特减肥的决心比第一周更强烈了，他决定采用超级减肥武器——肠道排毒减肥。你的肠道会被清理得非常干净。天哪，太神奇了！你的体重下降了，下降了一公斤。排毒加上一夜好觉，就让我减了一公斤，太好了！这只是开始。是的，这种减肥方法还真不错，我开始上瘾了。除了饮食控制和肠道排毒之外，凯特又聘请了一位私人教练帮助自己健身，以确保他的新陈代谢没有放慢。其实我觉得很内疚，凯特每天摄取的热量几乎为零，我不会向任何人推荐这种极端的减肥方式，我觉得恶心。精疲力竭的凯特觉得自己已经被榨干了，而这只是为期一周的排毒减肥计划的第三天。与此同时，在伦敦，蔬菜汤节食计划击垮了路易斯的身体，他病倒了。我吐了，吐出来的都是水，吐出来的水没有任何颜色，我的胃里什么也没有，真可怕。我已经吐了三次了。还好吗？觉得怎么样？我的身体出现了许多异常问题。昨天我觉得手上和脚上有无数小针在不停扎我，又疼又痒。后来我发现我的手指甲全都变成了青紫色的。路易斯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自动打开了防御系统，以避免体重急剧的下降。路易斯的体重在本周几乎没有变化。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凯特体重减轻的速度非常惊人，他的重量从62.1公斤下降到59公斤，短短两周内，他的总重量共减少了6.3公斤。喝了一周的减肥蔬菜汤后，路易斯的体重只减轻了0.4公斤。他决定把食谱换成最受某位好莱坞女星喜爱的蛋白质混合饮料。每天他要食用2次混合饮料和一顿富含高蛋白质的正餐，总热量是800卡路里。更重要的是，他仍需坚持每天2个小时的健身。虽然减肥方案很严格，但它的效果却非常明显。我的重量明显降低了，原来合身的衣服变得肥大了，这条裙子过去特别合适，而现在呢，腰的位置松松垮垮了。这样做非常愚蠢，他不只减掉了赘肉和体重，他完全失去了自我。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身材，是他的性格，而现在他心里想的只有食物和怎样才能变成0号身材。本说当他拥抱我时，他能明显感觉到我后背凸出来的骨头，他会觉得真恶心。凯特结束为期一周地狱式的肠道排毒减肥计划后，今晚他将和一群好友共进晚餐。你瘦了很多，凯特，很明显，2个星期没见，一眼就看出来你变苗条了。当朋友们大快朵颐的时候，凯特只为自己点了一份蔬菜。按照新的减肥计划，本周他每日摄取的热量仅为1200卡路里，是正常摄入量的一半。Thank you. 在违禁喝下几杯酒后，酒精开始瓦解凯特钢铁般的意志。不不，我要吃布丁。哦，上帝，我吃了很多甜品，我的嘴巴里
正该死或觉得恶心。经过一个星期的肠道排毒之后，食物对我来说变得难以下咽，我的身体似乎在排斥这些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快患上厌食症了。哦，我的上帝，看看我的腿，我瘦了，我的两腿之间居然出现了一个缝，我真的瘦下来了，我还要变得更瘦。当凯特为体重减轻感到振奋不已时，路易斯发现了食谱在他身上产生了过敏性反应。我的脖子后面长了一小片红色的疹子，就在这儿，又痒又疼，火烧火燎的，像是发炎了。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我总忍不住想用手挠挠它，因为太痒了。我想这应该是我的免疫系统在告诉我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出问题了。这与减肥的压力有关，毫无疑问。如果你现在立刻停止减肥，恢复饮食，过敏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你的身体在超负荷的运转，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突然变化的饮食结构是你的身体面临的严峻考验。七、八、九、十，好，快跑。看着自己一天天缩小的腰围，凯特非常兴奋，他决定把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推向极限。他为自己聘请了一位专业的体能训练师，用一个月的时间把我身上所有的脂肪都消耗掉，可能吗？如果身上没有一点脂肪，你可能就活不成了。那就不要都消耗掉，只留很小的一部分。好，练六天歇一天。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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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这是个全新的世界。为了犒赏自己，凯特来到了一家服装店试穿小码的衣服，而他原来穿的尺码是中号。这些高级服装店里卖的衣服都是小号，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在这里买衣服穿。这件是小号的。哦，我能穿上小号的漂亮衣服了。这是试验的第三个星期，凯特减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路易斯，实现皮包骨式的超小号身材的目标近在咫尺。她从59公斤减轻至58公斤，三周降低的总体重达到了惊人的7.7公斤。路易斯从54.9公斤减轻到54.2公斤，比三周前减少了4.3公斤。路易斯已经注意到他的身材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路易斯决定继续食用蛋白质混合饮料的减肥食谱，并坚持每天2个小时的锻炼。我几乎可以用两只手握住我的腰，这里也很瘦，锁骨非常突出。路易斯还注意到了自己情绪上的变化，对冷非常敏感，打冷战，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对健身异常着迷，总想不停地运动。我觉得自己变得有些神经质了。第四周的第三天，成功在望的凯特突然变得行为异常。整个早晨他在不停地吃东西，吃光了家里所有的食物。我饿得头昏眼花，然后就开始吃，基本上吃了一整天。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可能就是暴食症吧。我知道这不正常，可我停不下来。我觉得非常饥饿，非常焦虑，我恨不得吃掉一头大象，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减肥第四周结束时，凯特突然爆发的暴饮暴食极大影响了他的减肥进度。他已经从58公斤反弹回了59公斤，总体重减轻了6.3公斤。
鉴于凯特目前的身体状况，卡罗尔医生建议他放弃这次试验，恢复正常的饮食，但凯特决心坚持到底。我在折磨自己的身体，满脑子想的就是减肥减肥，这是我现在生活的唯一目的。我知道自己一定没问题的，我能实现最终的目标，变成超小号身材，这不是你们强加给我的，我自己愿意这么做。与此同时，路易斯的蛋白质餐使他的减肥工程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路易斯已经从54.2公斤下降到53公斤，总重量减少了5.4公斤，但他的情绪却开始变得不稳定。又一天，我浏览了一些厌食症患者的网站，瘦得太恐怖了，有许多骨瘦如柴的女孩的照片，我不记得她们的模样，只记得她们身上突出的骨头。看到她们，你感觉，我觉得很难过。减肥会导致停经闭经，诱发胆结石，损害脑细胞，骨质疏松，头发脱落，最严重的恶果是心脏功能下降导致的猝死。为期5周的地狱式减肥试验结束了，只有路易斯坚持了下来，但他也付出了非常大的生理和心理代价。朋友们为他举办了庆功宴，路易斯非常开心，他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了。不过路易斯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这条是我原来的牛仔裤，现在看上去像男士的。这是一条适合8岁女孩穿的牛仔裤，我穿上了，我穿上了一条超小号裤子，我感觉自己像穿了一条童裤。感觉怪怪的，裤子绷得很紧。减肥的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我想自己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或许对于减肥这件事，我今后不会再尝试了，真的不会了。5周内，路易斯的体重从58.5公斤下降到52.2公斤，他的衣服尺码从中号缩小到超小号，也就是0号。他的体重指数从正常范围内的21.3下降至19，处于健康与非健康状态的边缘。减肥进行到第4周时，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凯特极不情愿地退出了试验。尽管如此，凯特仍然成功地从65.3公斤下降到59公斤。由于凯特的身材属于高大型的，所以体重没有给他的衣服尺寸带来太大的影响，从中号变成了小号，而他的体重指数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试验结束后，路易斯和男友本飞到加勒比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假期，在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吃特吃。每天我都要吃各种甜点，喝酒，炸薯条，还有薯片，我觉得每天嘴总是闲不住的吃，我能感觉到自己脸上变胖了，身上也长出赘肉了，这一块那一块的，不过他们丝毫不影响我的心情。回到伦敦，卡罗尔医生要为路易斯做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了解他身体恢复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的体重是55.7公斤，也就是说这次旅行中你大概长了2.5公斤。反弹得很快。是的。哦天哪，
我来给你讲一个简单的常识，通常在减肥过程结束后，你的身体会不断地向你发出饥饿的信号，会让你不断地想着要吃东西，然后体重会立刻反弹，结果是有时候减肥者甚至比减肥前还要胖。更关键的是，体重高低起伏的剧烈变化会给你的心脏造成极大的负荷。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简直是疯了。过去的两周我在拼命的吃，而之前的五周我又在拼命的节食减肥，不仅让自己痛苦，也在让周围关心我的人受折磨。为期五周地狱般的减肥实验终于结束了。对于功亏一篑的凯特来说，是继续的把肥减下去，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他依然在纠结着，不能自拔。几个礼拜之后，在医生的帮助之下，他终于恢复到了原来的饮食结构和习惯，而路易斯也再也不用和那些难以下咽的蔬菜汤以及蛋白质餐较劲了。凯特和路易斯的减肥经历或许能够让我们再次了解到，疯狂的极端的减肥所引发的灾难已经远远超过了所减去的那点儿脂肪。度过了地狱般的几个星期之后，我觉得自己比原来更快乐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方式、健康状态非常满意，找回从前的自己就像是重又获得了新生。让我再经历一次魔鬼式减肥的话，我肯定不会坚持下来。这并非我贪恋美食，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被食物、被减肥牢牢控制住了，完全失去了自我。我想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我想找回原来的我。我意识到节食减肥是一件悲惨而可怕的事情，千万别饿着肚子不吃饭，你会崩溃的。